Esther 嘅见证，感谢主，多谢主嘅安排，我来到香港，多谢主，全是神嘅恩典。因为我系从大陆翻嚟香港，初初系真系好唔适应香港嘅生活同埋文化，我自己一个人要适应香港嘅生活，真系好难，同埋要去买菜又被街市的阿姐嚇我，所以買啲菜好貴，所以我又好唔開心，覺得好唔公平，嗰種失落感好唔開心。但神好有恩典，就差派一位朋友專門幫我買餸，一個禮拜幫我買一次，所以我從此就唔使再翻去買餸。多謝主，全是神你嘅恩典。多謝主，因為初初嘅唔開心。真係有埋怨個主，求主到赦免係嘅罪。2019年個朋友有病就走咗，上咗天堂，令我又情緒又陷入低谷。即係神好有恩典，冇放棄我。在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神就帶領我喺 YouTube 見到葉牧師嘅教導。我就同葉牧師聯絡，葉牧師又好好，好有耐心咁樣幫助我，令我又可以慢慢地學習點樣同人哋相處，學習點樣同人哋講説話。多謝主，感謝主，這一切都係神你嘅恩典，將一切榮耀歸俾主。